剩饭吃的。不是你是干啥的？沸腾集团高级锤骨鸡领。行啊，小样，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，就敢自报家门是吗？行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。二姐，你给我烧一鞭子去！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，我告诉你。二姐，你别想。哎呀，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，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，我告诉你。这酸奶我不喝了，我今儿要涮锅子。行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……等会儿，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？啊，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？啊，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啊？啊，还有这个，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，是不？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。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，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，知道吗？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，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，不好意思，就别怪我撒欢了啊！你为难人家，大姐你别管。大姐，大明白过来。哎，他俩啥关系啊？那个亲家俩啊，先回家我请。回不要回家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大明白到。36度恒温解冻。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。大姐，每分钟36转，每隔1分钟加1次温水，小料的问题解决了。哎呀，智商还够用。但这第三样这面呢，你要没有个3-5年的功夫，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。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。你干啥呢？什么2587呀、啊？这是，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？你说你是个傻子不？啊，刚才这面都甩飞了，还没看出来呀？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？是啊，你说都是服务员，你为难我干啥呀？你骗我？不是，你不但骗我，你骗我姥，骗我姥爷，你加一块骗俺家200多年呢、啊！你大明白。咱俩分了吧。我啥玩意儿整个分了？我怎么这么不理你？你就是糊涂啊。你看人这女孩多哎呀，有点倔。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她吗？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，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，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。你瞧瞧你整天啊，游手好闲的，呜呜喳喳的，没事还来吹牛，还大明白。你呀、啊、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。你我亲爱的，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，其实这家超市吧不是你的，他将来你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？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。你刚才甩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？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，我都没上班，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。你说这命。那个姑娘，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，他怎么整得像系领带似的，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。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，是不是？不啊，是你也教教我。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，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，他回家吧就愿意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。亲爱的，这样吧，那个你看大姐二姐都需要，是不是？你一人忙不过来，不行我帮帮你啊。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，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，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。行行行行，活动